钉头鼠尾的话，它可能就是粗鄙很硬。然后收尾的时候，像老鼠的尾巴一样，就是硬粗软收。高谷鼬丝呢，它起笔跟收笔都差不多，像春蚕吐丝一样。中国人他脸特别平，十八秒里面可能有时候更好的借用这些线条的差异来表达不同的形象，衣纹、毛发、服饰、道具，但是应该不止十八种。那线条可真细呀、啊！嗯，工笔没办法